日常生活中，有些人会将沐浴乳或是洗碗巾等清洁用品加水稀释，增加容量还能够省钱。但有人担心会不会因此滋生细菌，专家这样说。洗碗巾啊，沐浴乳啊，目的是来杀菌嘛。那它杀菌的原理就是利用它有一个主要成分是一个界面活性剂，主要是去破坏细菌的细胞膜，还有病毒的膜。那它的功能就是在破坏这些菌啊，它很难在里面有菌可以生长起来。就算是你稀释了，当然你摆久了可能就会有问题嘛。可是基本上你就是小量稀释去使用，就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加水稀释的重点就是避免直接使用自来水，另外在容器上也要特别注意。大家都会用原本那个容器来稀释嘛，那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那只要你先把容器清洗干净，然后晾干，然后让里面没有一些残留的一些东西，然后再你如果担心的话，就用煮过的冷开水去稀释。医师则是提醒皮肤较敏感的人，不建议使用已经稀释过久的产品。皮肤科会有许多特殊的患者，他有皮肤屏障的问题，像是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干癣这一类的患者，其实他皮肤的屏障功能并不是那么好，其实会增加皮肤感染的几率，或者是接触性皮肤炎的可能性。短期内你已经用了，那是还好，那但是如果已经放很久了，就不太建议再继续使用。虽然稀释过的清洁用品不用太担心细菌的问题，但是要避免放置过久，以免腐败变质，才不会影响皮肤的健康。台新闻黄孟金、邓明仪，花莲报道。画面中